胡皮辣椒嘞。啊，开始了不？开始了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连啊。面条精也行，那再说，大家好，我是面条精啊。满足一下粉丝的要求吧，对吧？哎，那该满足一回了。啊，就是奶奶做那个胡皮辣椒的，甜的馅儿，饺子馅儿啊，对，饺子馅儿。不过今天还是面条啊，大家凑合着看吧。面条反正是离不了。啊，对，面条是俺这儿的。家常便饭，经常吃，天天吃，基本天天吃，300多，这都有多少天了？两年了。你看这面条吃的，还吃不成了。这是大棚里边的辣椒。给它薅开，薅开全一。教教大家，就是这一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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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。哎呀，这啥别档次。你不洗都不吃。我洗掉了，我拿回来洗掉了。他不老实我，你想给他往里头乱吃。这可好吃呀。有一盒肉。都是的。嗯，我给他。这个好炸。嗯嗯。我听说你不会煮焖面。我焖面我焖不成，我恐怕焖呕了。不是，整的每回都焖成肉丸子。哎，恐怕他抓着底呕了，底下那吃水。我老是整的，你看整的可好，是吧？可馋是吧？有肉吗？哎，有。老板，我不行，是我自己剥吧。哎，不都剥了？不好剥了，来，我给你打个包。打个包吧。拿来。你这，让它松点。松不了，感觉这个不动。嗯，等着，还没。你整来。嗯，我不会焖。闷不成。听说俺翠白可好吃这。嗯，他好吃点。他都让包。我打跑了，我没烦了，我赶紧我在这里吃肉了。你数的番茄吗？啊，番茄、鸡蛋、豆角。你不是不敢吃生蒜？嗯，想吃吗？不吃吧。你吃吧。不敢吃，不吃，不敢。嗯，上回吃这是不可难受啊。嗯，吃这不能，不吃我。是的。嗯。俺爹说了，我吃的都快成那个了。这是我的菜，差点儿炸的。耶，老生味呀。嗯，嗯，不美呀。那必须得美。嗯啊，还老好吃。嗯，人家可没吃过。嗯，可没。差点儿。真好吃该。嗯。都爱吃。好吃。嗯，你这一头肉着了，我这喂足了。嗯。你没做过这？我没啊，他没做过呀。他啥时候做的？明儿他也得跟他做。好的。哇，真新鲜啊！嗯。凉面。凉拌面。下雨了，庆祝一下。我给这块肉你吃吧，来。嗯哼。对吧？对吧？你吃吧，爹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吃吧，该。我这么吃吗？你吃吧，也别多加。我这么吃，我这么吃。哎，你这吃吧，我这么吃，我这么吃。我不想。这一盘你吃吧。我该你找肉丝吃吧。我不吃。该。我不吃。饿了，天了。我看见你吃了。没有。你说的就是好吃。啊，就是好吃。好吃。嗯，奶奶真重，要啥都。嗯，这碗子可重了。这是一大碗的，我这碗子吃不完。拿碗打吧。好。好吃，好吃，再我再我。啥味儿啊？你看，这肉片来的哇，吃了真美。
烤钱，烤肉串，烤肉串，青椒香肠。这鱼下两天吧，天。下了三四天。这比咱强多了。这老大没见大头在后头。到这可别多加，多加恁可吃不饱。像到这还多加，你们真的？俺这算不中啊，俺这算也老小。你那多小？俺这多那么小的？俺是捡的个别的。凉面就是凉水锅的面，就是凉面。凉水锅的锅。凉面这个弄的跟谁的泡泡的。哎，搁水里套一下。今天咋煮你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你说那这边的呀，我说你买一边。我说干嘛的呀，我说你买我不知他说这是理发店，人家养眼睛，人家的诊所。到了那天人呢，那是含义的，这含金子的，叫我一弄不是你，他不缺死我。问题我也认不清，不吃字了，跑了一远。你俩都不吃字是吧？他吃字，我比他稍微的。他不像我犟，我是弱智，一字不吃，人低级啊。哎，你真傻。那这说了，你饿吃，我哪是那？啊，是是。啊，都慢慢挣我也挣。你说你跑错我车时候没进去？跑过吧。跑过吧，啊，跑过，可能跑错了。我说你跑错过厕所没？跑错，也不要跑错过，我哪天我也忘。嗯，怎么跑错过？跑错过了就没人吧？那没人跑厕所再出来吧，是吧？女厕所跟男厕所，它里头的设施都不一样。那你那可真的是人了。嗯，你看真的是女厕所了，这他妈这他妈边哈，那男的是男的，这都人的，这都错了，是吧？